那什么，像在变化，比如说我如果要把3的倍数全部加在一起，所以3、6、9，然后12有没有能够被3整除的，帮我全部累加。这一题怎么做 ？OK， 好、哦，所以特别注意哦，这有时候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想，不过想出来就是你的东西，啊、哦，你不要一次就是说，因为你没有思考过哈、哦，你也没有动手过，这东西不实战。好，你只要会以后变化就好了。OK， 那怎么做哦？不过刚这个哈、哦、有同学蛮 OK 的，因为哈、哦、这个如果你要修改对哈、哦，我是建议你可以怎么样拿其中一个，假设这一个，你可以把它复制，再贴上之后的话，改一个名称，比如说1加到99，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3的倍数好了，或者什么的名称，复制贴好，然后加一个3的倍数。之类的 ，OK， 好，那按 OK 之后的话，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副本了，这个有点像复制它产生另外一个副本贴上。那你修改的话，你就修改新的这个副本，那你可以留下旧的，否则的话有时候你一直改到最后，其实有好多个版本，但最后只剩最后那个版本，那你就看不出那些变化了。OK， 比如像刚刚我们做1加到99，其实就第一个。啊，第二个，如果你改了变奇数的，哇，那旧的不见了，而且奇数还有2个版本，那怎么办？你可能就没办法看到那个变化差异的地方。OK， 所以简单的方法，记得哦，可以复制，再贴回去，然后改一个名称，啊，你就把它打开。所以以后练习哦，也许我不是每个地方都会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多练习的话，你就自己多复制多贴。那再来的话，如果我要什么，把它3的倍数，3的倍数怎么做？所以第一个、哦、step 这个就不用了，因为我要1加1到99 ，OK。第二个的话呢，好像跟这个有点关系，有没有？如果什么呢？如果它能够被3整除的话，那刚刚的话呢，哈，是这个 continue 是跳过，可是我不是跳过哦，我要把它加起来，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就不是 continue 把它拿掉。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注意哦。当然，你这个地方哈、哦，你想说，那我把它往上一层，可是特别注意哦，请你一定要把这个怎么样说里面去，意思就是说，当它能够被3整除的时候，我才去做这一件事情。OK， 哦，我把它加起来嘛，所以第一个一定是3嘛，3能不能3 OK？ 所以3加，如果你看不习惯的话哈、哦，那这个我想，反正你慢慢。以后哦，看自己习惯就好了哈。我写成这样，刚刚一样 ，OK 哈。啊，不过特别注意哦，如果你以后是写像 VBA 的话 ，VBA 只支援这个写法，不支援刚刚那个写法。OK 哈，所以如果你要写 VBA 的话，这个写法 OK， 但是刚刚另外精简的写法不 OK。哦，所以像我的，因为常两种语言都经常在使用，所以我干脆就写一种哦，两边都相通的，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写错。OK 哈，所以，然后呢，这个应该可以看懂嘛？如果是3就加总，如果不是3的话，它就怎么跳过？所以理论上全部加总在一起的话，执行看看，3的加总结果应该会是1683哦，应该是没错了。OK 哈，理论程式如果没有错啊，再来你就验证一下吧。OK 啊，怎么验证呢？也许你就拿 Excel 来验证不就好了？Excel 里面有个上函数吧 ，OK， 你也可以拿 Excel 来验证一下，看结果不 OK。因为 Excel 的话哦，相对起来还是比较看得到的，哦，所以有时候你写程式哦，假如说你对那个程式比较有障碍的话，那也许你就怎么样，可以把那个我们那电脑都 Excel， 那 Excel 的话你要怎么验证？很简单嘛，我 Excel 里面有 VBA， 我也蛮推荐各位哈、哦，可以就是在这个里面写，因为 VBA 毕竟哈、哦、有个好处啦，毕竟它。比较也是看得到的，因为 Excel 里面的话啊，当然这个地方如果你要验证的话，你就把这边36嘛哈，然后把这个一直加，帮它累加嘛，你就36一直往下到多少到99，然后你再把它累加在一起，这是到100到99，然后你把它怎么样，再用那个加总嘛 ，sum 一下，打个勾，结果会不会一模一样了？1683一模一样，然后啊，不过在 Excel 加总你应该会啦，可是，在 Python 里面。另外的写法啊 ，Excel 的好处是，你可以用滑鼠键盘操作，但是 Python 没有办法用滑鼠键盘，你要自己写出来。OK 好，所以差异点在这里。然后再来的话呢，请各位再想一下，在我们的讲义里面的第变化题哈，这边有一个74、75、76。假如说我今天想要输出这样的结果的话，比如说 1.1、1.2 一直到 2.0 的话，请你想想看回圈该怎么写。1.1 到 2.0， 那跑几次？跑10次嘛，所以你要有个 range 给它。但这个 range 呢，会产生一个 i 的值，那 i 的值你要能够跟那个什么有点关系，跟那个，它的小数点有点关系。每跑一个加，多增加 0.1， 再输出，这要怎么做哈？请各位试一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刚刚主要第一个哈，就是试着写写看。能够被3整除3的倍数，不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担心你每一次写的没有存到档的话，你可以用右键复制或者 Ctrl C Ctrl V 也可以，然后建一个副本，再从那个副本去做修改。第二个的话呢，把那个副本的名称也许叫做3的倍数吧，然后试着写写看能不能写出3的倍数，并且思考一下有个变化题 1.1 加到 2.0 那我们中间也下课休息一下好了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变化题如何写你也不用，反正变化题没有标准答案啦，我们讲过了，反正你想得出来都是好方法，当然也许你刚开始不一定写得很精简，但至少是你想出来的，可以试试看